步行街景，今天是2021年的12月5日星期日，时间就是2点钟左右。我们来到这个保安道市政大楼，我们上这个熟食中心看看，我们现在行上去了。之前有一集我哋睇過落邊個街市咧，佢人流佢真係麻麻地嘅。咁我哋想去呢個應該係3樓嘅特別中心睇下究竟情況點樣。你唔好濕水就得啦，依家。2樓就是保安道公安公路書館嚟嘅，我哋上3樓。
我哋今日今集講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喎。